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5月4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3月30号。好，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傅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请讲。哦，师傅，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图腾呐？对对对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我第一次打通图腾电话，第一个就打通了。啊，讲吧。哎，想用交通师傅地方了，快点。请师傅帮我看看呢，我想就是我这个运程呐，就是想看看什么时候生活才可以得到改善呐。你念经念不念了？念经了。念的师傅，我就是学了。不到一年，我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，啊、一天最少都是5张6张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77年属蛇的。七年属蛇的啊，你要当心啊，你腰不好，腰啊。啊。啊，腰不大好，啊、还有肠胃也不好，啊、你要注意啊，你这个人啊，我告诉你，感情上会有问题的，明白了吗？啊。因为你心直口快啊，对对对，你什么事情都要抢着干，抢着做，但是最后呢，吃力不讨好，明白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自己呢要当心啊，腰啊和手臂都容易受伤，听得懂吗？哦，请师傅帮我看看，因为我就是借了些钱出去，还没收回来，我一直在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。你借给人家钱是不啦？啊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77年属蛇的。你借给他多少年了？3年多了。蛮麻烦的。哦。你现在赶快继续念解节奏，加大量啊，解节奏啊。哦，因为他破产了，破产了就一直就他实际上人破产的话，他还是自己会留一点的。任何做生意的人呢，他宣布破产的时候，他把一些自己的私房钱早就藏起来了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只是说他宣布破产的话，他赚不到了，所以他也不肯把这些私房钱还给你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我想请问一下师傅，我。针对这个事情还要念多少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啊？至少还要念700遍。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大概要念320张。哦，我每天功课完了，我都跟他念解结咒，念准提神咒，然后小房子我还继续念。师傅，麻烦你再请你跟我看看，我这些之前就是也是牵扯到钱的问题嘛，也是进钱给人家投资嘛，也是就是我那个先生了，不是人家了，我不同意他投资，他要投资，现在那个房子弄在那里呢，我也拿不回来，那么我就想做给回我成本就算了，我就这样讲，但是一直也在念经了。啊。啊啊！你先生闯的祸。你先生嘛是有问题的呀。他把我的钱拿完以后，他已经。对呀、他就是拿你的钱去投资。我跟你讲了、你这个先生很容易贪女色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人家花花他了，讲几句好话了，他就投资了。明白了。然后他因为师傅教我们说他怎么样都不要去讲他，然后我就简单的跟师傅讲一下，哦，他把我的钱拿完以后就变成植物人，然后2年以后他走掉了，但是我的钱他拿去以后就把这个事情搞在那里，我现在就是抓不到一个头，房子又没有房产证。你现在麻烦师傅跟我看看。你现在只有找朋友帮忙啊，懂这方面的法律的人、或者去找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朋友帮忙，明白吗？他的报应已经到了嘛、他拿你的钱他出去乱搞，我刚刚告诉你了，你的先生会出大问题的、我刚刚不是话已经出来了啊、活在这阳间的时候你是不讲他了，但是他好色呀，这种很容易下去的、你听得懂吗？请问一下师傅，我现在就是说还要多长时间生活上才可以得到一点改变呢、
很难的，你要好好念经啊。哦，你现在实际上你也有欠你先生的，因为你先生啊，我还欠他。你就是说你上辈子也欠他的，所以你这辈子会被他骗钱嘛？听得懂吗？哦，弄得我很惨了，师傅。我你现在找一个，我已经梦到。你现在找一个胖胖的女的，你有一个朋友比较偏胖的。哦。他可能会帮帮你吧，好吗？哦，因为我就是找人帮忙我，就是我讲的借了钱三年的这个人，就是他帮忙我。后来他出事情，我就帮他。我想说帮了他，他就把他的事情处理了，帮我嘛。结果他一下子就弄得现在躲起来了。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任何事情，人每个人自己造的因呢，会有果的。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好念经，忏悔不是嘴巴里说两个字的，要有实际行动的。真的，以后不要贪了，以后不要贪了，真的没意思。妈，就是我这个生活改变的话，就是很念经，转变一下生活。只有念经，念到菩萨。护法神帮你了，你就转变了。你现在这样叽叽呱呱的，再不好好念经没用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想想看，你几十年的业，你想在一年当中就把它消掉，可能不啦？啊，感恩师父。好好念就就我一定会好好念的。你要相信菩萨，菩萨哪个不帮啊？到了最后，到了最后都解决了嘛，就好了呀。哦，好。感恩师父，我就是开始学了以后，我现在都感觉到各方面都有的改善，就是身体方面都有的改善，很感恩师父。我找了很多年才找到师父，我每个月去放生，我都为师父放一点。麻烦师父跟我看看我家佛台怎么样啊？蛮好，有菩萨来的，坚持念经。有菩萨来啊？坚持念经，每天念礼佛，礼佛要念。念五遍。哎，可以可以。你相信了、哦、你很快了，还有大概六七个月吧就可以转运了。哦，感恩师傅啊，师傅给我一分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？你这个电话很难打得通好不好？啊，你讲。就是我去放生的时候，我电话掉在水里面了，然后我没管他了，几个小时回来以后电话打开一点事都没有啊，菩萨这么小的事情都保佑我呀，师傅。好好修吧。师傅，你法身都经常来我梦里面，很感恩师傅。我们这家人现在和气了，我跟女儿的冤结呀，现在和气很多了，都感恩师傅了。好好努力啊。好吧。一定会努力的，我就在菩萨面前许的愿，那些我全部记住的。好。我每天坚持念经，每个月坚持放生，为师傅放几条鱼，每个月都继续去做这个事情。好。谢谢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不占大家的时间了。再见，谢谢师傅，保重身体吧，师傅。再见。好，保重身体吧，师傅，再见啊。几个小时，这个手机掉在水里照样可以用，这也是奇迹。Hello， 你好， Hello. 你好， Hello. 你好啊。喂 ，Hello， 哎，台长你好，请讲，请讲。哎，台长，下个礼拜又要见到你在新加坡了。啊，谢谢。感恩菩萨。台长帮我看一个莲花，幺二九八三，你师兄到多少号码？幺二九八三。幺二九八三，还在啊，蛮好啊，在天上啊。他的莲花什么颜色啊？白的。他一张比例有几多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啊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啊，不用啊，只看脸都不用紧啊，看那个王人台长，感恩你 okay. 啊，那个王人2017年挂是不是？啊，周什么？周志勇，周志勇。啊，一个王人，第二个2017年，第二个什么字？周志志立志的志，上面一个志字，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日字，周志勇。什么日啊？下面一个日啊？周志志啊，对，上面一个荔枝的枝，上面一个枝，下面一个日，周志勇。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啊，姓周。对啊，第二个。第二个是枝，荔枝的枝，上面一个枝字，下面一个日字，是枝，荔枝的枝。荔枝的就是吃的那个水果荔枝的枝啊。啊，不是啊，那个上面一个枝字，上面一个日字，周志勇。
立志啊，智力的智，智力的智，智力的智啊，智慧的智啊，一个智 啊，对，一个智字，智慧的智嘛就好了嘛。嗯，哎，对，抱歉，台长，我没有读书，啊、对不起啊，台长，周志勇。勇呢？勇怎么写的？勇勇勇，上面两个火，下面一个宋。周志勇，荣华富贵的勇。哎呀，哦，他不行啊。哎，在哪里哈、啊？他不行啊，他还在地府呢。他说那个人是突发事件走掉的，撞车啊。对呀、啊啊，这就是他拉走的呀，已经念了很多小房子了。所以他在下面还算自由了，啊、本来下地狱了，本来在地狱已经吃过苦、已经吃过苦头了。请问财产还有几多小房子呢？很难的，你给他最多最多投人了，我看。最多最多是投人了。嗯。这样就信。你们家有一个娘家门里啊，就是你太太这个。那里边有一个女的要生孩子有吗？啊，不是，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师兄叫我问的，是他吗？一个同学，对啊，一个同学叫你问的，你问他，他们家母系的，啊、就是他老婆那一个里边辈分里边有一个女的要生孩子了。那是我说好像有听过有、啊、台长、台长真的很厉害，台长、台长问你哦，还有一个问题哦，有一个师兄哦，他的妈母亲一出世是不知道年份要怎么样解决啊，要怎样解知道啊？你讲话我听不懂哎。有一个师兄啊，他母亲啊一出世哦，然后就不知道他的年份，他日期。几月几日生的，他不知道怎么样好。啊，一出生就不知道他几几年生的。啊，对，因为以前好像日本时代他们打仗啊，出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、啊。这个没关系的，你叫他名字告诉我就可以了。啊，他的名字是陈雅妹，东陈，东南西亚的亚，妹妹的妹，女字旁的妹。陈雅，东南亚的亚。啊，对，陈雅妹。陈雅妹，你好，你现在叫我看什么奖吧？他要知道他的几十几，他要知道几十，大概有他几十三六九是怎样预测到呢？他有一个，其实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出生日期了，他自己认为的，啊、他自己有一个、啊、现在有一个出生日期。他认为的、啊、他自己认为的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这个陈雅妹有一个出生日期，只是不准、啊、只是不准、啊、你叫他要再提早，大概再提早一年，提早一年的大概是四月份，他是啊，四月份二十四号大概是24号啊。嗯啊，这样我叫他听录音就好了咯。好吧，好了。啊，台长最后还有一个啊，一个女师兄，1965年的，啊，他问他业障比例几多？65年属什么的？啊，属蛇的。65年属蛇的。嗯。业障要28。嗯。28，很少哦。嗯。好了好了，台长最后问一个莲花可以吗？啊，22030，你师兄。22030。啊。一般的莲花还在天。真好，业障比例知道吗？好啦，不要这么做，讲话做事情要实事求是，最后问一个嘛，问好嘛就算了。好，感恩，对不起，曹长。好了。啊，我有点过分，抱歉啦、啊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师傅你好。啊，请讲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我想问一下，我的母亲1962年属虎的。1962年属虎的，啊，想问什么讲吧？他身上有灵性吗？有啊，他有身上有灵性啊。哎。嗯。他还有掉过的孩子呢。嗯。
他有教过的孩子是吧、嗯、那师傅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第一波也四十八张啊。哦，第一波四十八张。他身上有一个，他身上有一个他的姐姐、哦、不知道妹妹，一个女的瘦瘦的。哦，有可能有一个，因为外婆可能有一个孩子是夭折的。啊、嗯，瘦瘦的，现在在他身上啊、哦嗯。嗯，第一波四十九张是吗？对呀、啊，第二波再要念四十九张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那他要念多少张？那个还要放生多少？250条。哦，再放250条鱼是吧？嗯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吗？嗯，好的，嗯，师傅等一下啊，啊，师傅还有个问题，就是一个92年的猴，嗯，下一段，嗯，他想问一下，他下一段感情什么时候到来？92年的猴啊？对。女的？对，女的是吗？哦，对，女的。他碰不到什么好的，要到年底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。哦，到年底可能会有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。可能有个比较好的，前面还有两个都不是太好。哦，前面有两个都不是太好。好的好的，现在这个不是很好对吧？小气呀、啊、就是。哦，比较小气、嗯、好的好的，这是你的莲花吗、嗯、哦，那他这位弟子想问一下，他的莲花12329，他的莲花在哪里？哇，很好啊、在观世音菩萨这个边上的莲花池里，很贵、啊、哦，在观世音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啊就是、哦，因为这位弟子他说他梦见过观世音菩萨，看见吗？他有贵相、哦、对对对，他有贵相。嗯，哦，好的好的。他想，他说最后一个问题，他就想问一下，他结婚之后会有小孩吗？对不起师傅，他男的是属什么要讲的？男的是属什么呢？就是以后的，因为他现在这个您说不是特别合适，他就比较小心。他说他之后就是那个比较好的那个，会不会有小孩？叫他打电话，以后再打电话来问。哦，好的。八字还没撇呢，还没碰到呢，先问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。好，对不起，那弟子没有问题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嗯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台长。哎，老妈妈。哦，台长你好，我又终于打通了，台长。哎，老妈妈。我就那给我。哎，你好，台长。哎。我想问一下，1984年的老鼠，帮我看一下。84年的老鼠。好，你说吧，想看什么？姻缘。我先看一个个人的业障比例。八几年的老鼠啊？84年。27呀、啊，业障，嗯，27%啊，那也算蛮多了了。啊，还可以了，一般呢。嗯，那你帮我看一下业障在哪里，哪个部位？右腰，腰不好。腰是吧？腰酸痛。啊，我想。啊、腰酸痛是吧？还有啊，还有你呀、啊，你经常会鼻子塞住，咽喉肿。对对对，我感觉鼻子好像、啊、好像。嗯，这个鼻子呼吸好像呼不了，要靠嘴巴的感觉。你要知道你的肺不好啊。嗯，那我吃些什么吗？你要吃这个川贝精啊，川贝母啊。药店有卖吗？应该有的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嗯，那个我们家那个有没有药精者？家里是你的名，是你的名字不啦？我不和我爸爸的名字都写在一起。嗯。你是几几年属什么？84年老鼠。哦、啊、跟我妈妈的名字写在一起的。我也有名字。1984年老鼠。嗯，84年的老鼠。啊，你们家好像有一个放一个小阁楼一样的地方。右手边。小阁楼。右手边呢有没有一个小房间呢？堆东西。有啊，那个就佛台啊。佛台啊，哎呦。就佛堂里面。这里边有灵性啊，哎呀，啊，哎呀，要多少小房子？你们过去这个地方供过祖宗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这是我们拆迁后的房子。哦，那这个地方现在有点问题啊，你重新把菩萨再请一遍吧。
就是说把菩萨停下来再供上去啊？用不着，就重新像自己开光仪式一样再来一遍，烧大香，好吗？哦，好的好的。那我到时候如果不懂的话问一下东方台。嗯。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妈妈，我想问一下那个我的姻缘大概什么时候能到？你现在几岁啊？84年的，虚岁36了。啊，你过去有过一段，有过一个感情的，蛮深的，嗯。嗯。你过去有过一段感情的，蛮深的，听不懂啊？嗯嗯嗯。脾气太，你脾气太急，听不懂啊？那个男的也不好，你也不好，两个人都有问题。那个男的嘛，小气的不得了。你们也是气量小的不得了，哎，还有你以后再找朋友的话，叫你妈少插手，你妈话太多，管得太多了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听得懂。叫你妈妈好好念经啦，这里面拼命要找，然后嘛，这里面要天天要搞，叫她放开一点了，多念姐姐咒了。哦，我知道。你属什么的？老鼠。要到年底了，托人介绍到年底会有一个。年底是吧？大概什么样子的？让我心里有个数，因为我感觉有时候有点选择性。瘦的。很瘦的，大概身高多少？大概60到70吧。70。本地的还是？不知道，反正戴副眼镜，嗯。戴副眼镜是吧？嗯。嗯，那个，我刚才说的那个，就是。菩萨像把它就是重新开光一次，那小房子要不要配啊？小房子嘛，念个烧个7章啊，14章都可以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好吧。啊，那个台长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，1959年的猪，她现在身体腰不好。台长你好。腰不好，老妈妈。台长，你说这个腰的往下有哈，有点哈，有啊，抽着它，然后那个第二个小房子堵它之后嘞，都是实在。跑掉很多，还要念小方，还要念多少张小王子啊？还要念29章，29章。你现在这个螃蟹已经跑掉不少了，已经超度掉很多了。啊，你过去睡眠不是太好，你现在睡眠好很多了。嗯，睡眠好一点了，就是一个做梦呀，怎么？做梦嘛就做梦了，有什么关系了？台长，你给我看看头顶上看，我头顶上是天了不得了，你把你的娃子有没有一个灵性啊？看看你的肚子啊。30也不好，你上次跟我30也不好，那有没有一个灵性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9年。59年属猪的。啊。啊，你的肠胃有一点点下垂呀、啊。嗯，不好。下垂啊，下垂，有点痛啊，这两天。对呀、啊，有点下垂嘛，当然痛了啦。那要不要？那不要要就多少点小房子啊？你有没有一个兄弟啊，哥哥或者弟弟死掉的有吗？有的。哎，那我不知道，要不我中以前中他们掉的我也不知道，那个打胎的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，就是年纪也不小了，30岁左右。那是打胎的孩子吗？那个抽掉了吗？没有啦。你现在的孩子，你给我开了49张小房子啊！我年放的有你的14张。我看看啊。你说意思说在那个两个脚蹬在地上，那个胃不好，就是两个脚蹬在胃上。啊。抽掉他吗？看看啊。哦。有一个跑掉了，有一个跑掉了，有一个跑掉了，还有一个了，还有一个现在还影响你的痔疮，你现在便秘啊，大便也不好，嗯。我小便一直不好，什么道理了？就是他在呀、啊，这孩子在呀、啊，嗯。就是他，就是搞在我的小便的痔疮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嗯。那我这个小便我看了火痔疮看不好呀，你现在他灵性在，你怎么看得好啊？你现在灵性归灵性，要把它念掉，然后呢？那有多少张小王子台上？你大概还要念59张。
还有五十九三了。然后你自己呢？你自己也要吃点那个消炎的药，你可以吃一些穿心莲呐、牛黄啊，都会对你那个小便有好处的，因为这些都是有病毒在里边。你明白不明白我意思啊？哎呦，我推着昨天上住的住好了。哎，你就吃一点穿心莲啦，还有牛黄啦，吃两个星期之后停一停，你看看。穿心莲、牛黄吃了两个星期停一停啊？你看看会不会好起来？如果好起来的话，你再过一星期再吃一星期，停一星期吃一星期就会好起来。然后呢，你就会做梦做到有个小男孩，比方说三十岁左右，头是三七开的，梳得很光的。那小男孩如果到你梦中来看了你了，他就走了。那这个小男孩要多少张小房子才算？刚刚讲过五十九张啊。哦，五十九张，刚刚讲过的。啊。哦，那我都。太太，我头都先想了，我得了什么道理啊？有没有灵性啊？两个耳朵还是再个先啊？就是你的肾脏也不好啊，肾脏啊，腰啊。对啊，上一次你说我肾脏不好，有没有灵性啊？就是有灵性啊，就是超度掉一个了呀，现在还有一个呀，还有一个就是超度掉了呗，就是搞那身体好了。哎，身体会好起来，你要泡脚。然后呢，你做些物理治疗啦，自己合掌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手搓一搓，在自己的腰啊两边搓呀，每天要搓三十下。哦，就是在做功课的时候，那个大悲咒来搓的。大悲咒念完之后搓，读的时候也可以，就是心里想菩萨给我加持，给我保佑就可以了。哦，好吗？那我个头里些腿上那边头里啊。头皮是吧？嗯。头里先掀了，我这里我这个头里那个皮也掀了，我捆挂捆我去。啊，这个跟你肾脏有关系，你要吃。肾脏有关系啊。你现在要吃那个杞菊地黄丸呀。杞菊地黄丸的。啊，杞菊地黄丸吃了之后，肾脏会好，眼睛会好。你现在不知道你现在眼睛这么糊涂，你不知道的。眼睛看。对呀、啊，我历年呀，谁知道历年呀？我讲有没有药针在？我告诉你，眼睛点眼药水只是外科，就是外面敷。实际上，你的耳朵啦、眼睛啦，都是受到你肾脏的影响。老妈妈听懂了吗？那么个鼻子尖线也是那个是这个对，药针在没有的。肾脏灵性就是那个灵性呀，哎呀。哦，就是送那个灵性，说那个鼻子尖线的。对呀、啊。好了好了，老妈妈。太太，你给我看看一个，我送了你咋有多少？你咋比例有多少？孽障比例28。28，那个在哪一个部位啊，太太？就是在你小肚皮这里呀、啊。小肚皮这里，小屁股好的。啊，小肚皮呀、啊，肚皮呀、啊，小肠。有没有针对你这个小王子啊？已经跟你讲了59章，老妈妈。哦，好了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老妈妈，不要再讲。哦，太太，你给我做一个梦，太太，你给我看一下吧。我用做个梦哈，忘记了的人，可能我那个人才有。忘记嘛，下次再问了。太太，我做一个梦，我妈母的我。一个墓地，我一个毛娘嘛，你这个村老先搞，那么妈墓地嘛，我妈10块的一张墓地，妈脸上墓地。那么马脸上墓地，那么我可能买100块送10块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买墓地叫你抓紧时间了，要好好修了。你的时间是倒计时啊，不是太好的。买墓地的话不是太好的，哎，身体在急剧下降，所以你现在老妈妈嘴巴不要再乱讲话，有时间就多念经，听得懂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天到晚念经，我出去也不出去。啊，你就一天到晚念经不就好了吗？那我年纪的质量好不好啊？太太给我看。59年的猪还可以，蛮好。59年的猪。可以，念经质量可以。可以的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哦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好，再见啊。哦，感恩台长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台长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。